是重新要录一遍。那你也重新的比赛完不了了吗？这只是时间问题。
No, no play. No play. Thank you.
Yeah.
Thank you.
Yeah,
然后你上沙好，对，很好，就不过来吧。沙好，你来，我帮你补上。
骗你，最厉害的回来了。哎，哇！在哪里打的？我走，我呢？去了一个月。哎呀，你下周那个比赛能参加吗？下周的，哦，我不去。可能其中一天我能来，可能拜一天吧，可能礼拜一天。没定，比赛没定，比赛比较麻烦。至少我也会小组出线，我觉得。谁不行？还要？万万没想到，应该没有我在激励他。我在的话我也喊他。我觉得他状态强，我也知道。他一分，可以啊。我们只让他赢了两，赢了，他只进了三分，他只进三个球。那他打的是没打，那一场。我再丢小黑。很好，这个三个最好了。但是三个最好。他们个子都很高，是吧？他们比我们高，校队的嘛。然后呢，我们输了这一场，那另外一场是两分，就是一场是一分，一场是两分，实力就是所以这次输是阿耀老师错。还有和小黑不可以同一场。哦，不可以。因为他俩没有防守，小黑没有防守，小黑也是没防守。小黑太慢了。他这个场上他在这个场上他说实话每个队都很强。哇，我从来没有看过啥地方防守。有啊，他会防守。他不是他自己，他在下面还是一代防，但是他穿棒。对，就是他那个人人家不可能。哦，这个小黑很厉害，强棒。他是整个队都是他的队友很小的。他 Jack 的防守，他不小黑还有他都好，但 Jack 的问题在于的。
好球，他放弃了，把你包掉了，他放弃了，现在就不防了。这干嘛去？Last call. 6-5. 这个比较不错的。
人工修工，人工修工，一定要给他。来的话直接放这。